你的作业是一小时做100份螺蛳粉。一个小时？这根本不可能。白雪，你的作业是一天内给200个顾客做爆炸头发型。我实验班，我不会理发。老师，我呢？别着急，大宝，你的作业是睡觉。睡觉？大宝作业太少了吧？我还没说完呢，大宝，你要是一天一夜，还中间不能上厕所，不能吃饭，也不能流口水，说梦话。天哪，这也太难为人了吧？好了，计时开始，给我来一份螺蛳粉。我们也要一份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给你们做。做好了。哎呀，我要50份螺蛳粉，快点做。好，倒入螺蛳粉汤，煮好的面放里边，再加上花生米、酸豆角、腐竹。好了，5份螺蛳粉完成。好了没呀？黑魔王，先给你5份，我继续做。才5份，你真是太慢了，哼，我要投诉你。耶，第198个发型终于做好了，下一位。哎呀，不行。怎么了，王后阿姨？你对这个发型不满意吗？不满意，这个爆炸头一点个性都没有。再给我头发上加点汉堡炸鸡可乐。好吧，我现在就加。加好了，还是不好看，再给我改改。王后阿姨，我后面还有顾客在等呢。加鸡加鸡，我们都等好久了。反正我不满意，你要给我做到满意为止。好吧。时间快结束了，这次作业我一定是100分。我来看看大宝睡得怎么样了。非常优秀。我来放个音乐。My name is Jiggy。没反应，我再来吃个汉堡。喵喵喵，好香啊！肚子好饿，好想吃东西啊！流口水，扣10分。哎呦，想上厕所，老师怎么还不走呢？我憋不住了。天哪！大宝竟然尿床了，不及格，不及格！现在我来宣布作业成绩：贝尔100份螺蛳粉只做了60分，还被黑暗魔王投诉，只能得59分。哎呀，我都要累死了，竟然还不及格！大宝睡觉流口水还尿床，作业成绩0分。好吧。白雪一天内完成198个发型，差2个，作业成绩99分。作业不及格的，明天继续做。不要了，我们不要再做这个作业了。做螺蛳粉太累了，我手都是酸疼的，睡觉也不容易。贝尔，现在你知道做饭不容易了，那你还每天不好好吃饭？天天吃这些菜，我都吃腻了。妈妈，再给我做点别的。好吧，妈妈现在就去给你做。你妈妈上班本来就很辛苦，给你做了那么丰盛的饭菜，你竟然还让你妈妈重做，真是太不应该。对不起老师，我知道错了。大宝，还有你，你不是最喜欢睡觉了，每节课都趴在桌子上睡，甚至站着也能睡着，这次的作业睡够了吗？老师，够了够了，我以后上课再也不睡觉了。希望你们说到做到，不然还给你们布置这样的作业。原来老师今天的作业是想让大宝和贝尔改掉自己不好的习惯啊。小朋友们，你们也要好好上课，好好吃饭哦，记住了吗？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，就点赞关注我们吧。